咧，香港嘅法院你係每日260万成年人次以及之一，所以你嘅身份信息每日都供应佢哋留意。Thank you.
好像天下就是人第一
健身健胃咯。總之係用少啲電，用少啲電，少啲水，唔好開咁多車，唔好損身石油，唔好買咁多嘢，唔好追嗰啲費事嘅時裝。即係你買少啲多，你嘅問題都唔係幾多。其實咧，係加埋四大皆空，逍遙自在。使乜跟緊其他地方變化？唔講講就係工業革命啊嘛，要點樣安心？又開心係。我哋係咪解香港人要做乜嘢？做諗點係一個開心嘅生活。你不如夠相支持，相發想，然後咧生活入邊一啲趣味，而係唔係淨係得翻工，仲要生活，咁咪有啲趣味，有啲事，我哋出去要使錢，我先係唔係喎？其實咧，純粹啲生活追求品味咧，可以買嘢使好多錢。生活咧就會感到個世界好舒服，係錯嘅。其實我哋要追求啲開心、有品味、有內容、有趣味嘅生活啦。個世界都會消費，不過消費係破壞環境嘅消費，唔會係去堆溜一啲資源係啦，或者能源嘅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咧，千祈唔好以為唔會追生活啦，全世界經濟停頓，唔係，只不過嗰個經濟轉移咗去啲重視人嘅經濟。咁由自然變到變到物品，然後你用完一半嘅垃圾，佢係另外一個生活模式，另外一種消費模式，另外一個經濟模式，唔等於經濟唔流動。你多啲揾朋友，大家即係五輪啦，我哋做埋今日五輪，就喺個五輪嗰個關係裏邊攞到一個好嘅平衡，係咪？即係構成咗一個亦都已經係我哋生活上面一個好好嘅內涵。仲有加入就係咧，大自然啦，交通、行緊郊野公園，或者去一啲。安全，欣赏。
Thank you.
幫助同病嘅長者，免費使用每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嘅。請大家踴躍支持8月3號全港嘅賴田人啦！